小王今年出皮肤的数量真的有点恐怖，一天没看就多出好几款，而且全都是在除夕当天开售，就问谁能一口气在第一天就拿下这些皮肤呢？不过该说不说，在众多皮肤中还是有那么两款性价比很高的皮肤，那就是亚瑟和朵莉亚的六元皮肤。先说亚瑟的六元皮肤，武器换成了糖葫芦，盾牌变成了红包，普攻在攻击时还会有撒红包的特效出现。除夕那么多皮肤中，也就亚瑟的皮肤跟除夕发红包这个传统有点相关。一技能特效让手里的红包变亮，强化普攻的特效有更多红包撒出。二技能就是三个红包围着身边绕，要是打人的时候还能再丢出小红包，那效果应该会更好。三技能直接用糖葫芦插进大地，但糖葫芦就不见了，毕竟是六元皮肤，能有这样的特效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朵莉亚手中六元皮肤的造型确实好看，特别是一双大长腿很吸引眼球，只是有些中的技能特效颜色是否可以考虑换一下。有人说这黄色跟那啥很像，特别是普攻的时候就感觉朵莉亚在朝人泼黄色液体。大招的特效更像是一碗酸菜鱼汤。那么大家对于这两款六元皮肤怎么看呢？海豚海梦，完美的天籁。